欢迎各位再次收看虎扑汽车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这是我们1512集的节目。我看了一下我的 YouTube 频道上面呢，我已经整整有大概8天没有更新新的影片。那哔哩哔哩的话呢，因为我会持续的搬运一些旧的影片，目前搬运到编号200几集左右，那所以相隔起来的话呢，算是很长的时间了。以我平均2-3天更新一部影片的频率来说，这个等于是放了一个长假了。那这一阵子的话呢，我的右手臂呢，运动伤害的关系呢，非常的不舒服。那日常生活作息当然是没有问题了，但是我希望它赶快好起来。那所以我减少我在电脑前面作业的时间，因此呢，在这个影片的更新上呢就有减少。今天给大家做这一款SS77号的这个巢穴配色的 Bumblebee， Nest 的话是电影第二集里头出现的组织了啊。如果你从后面的话可以看到一些啊，这个 Bumblebee 呢，还有这个博派小队呢，Nest 这个巢穴小队呢是什么是为了从什么狂派那里啊拿到什么什么 Ospark 这些啊 ，Anyway 啊，主要是认这个标志。那这电影第二集的时候呢，确实是有一个追击狂派这个系列，那个系列可以说是非常的经典了啊。那么这一款的配色的话呢，我比较喜欢，当然也没有第一时间入。前一阵子的话呢，网络上呢出现了台币499吧，还是多少钱啊，我就把它给买了一个回来。那其实这个499的价格也没有说很优了，但是因为本身我对这个模具的喜欢的程度还可以，然后这个配色尤其是看到这个 logo 的话呢，让我们想起电影第二集的一些玩具，爱屋及乌吧，包括这个绿色，好像也是当时那个系列的一个相关的配色，所以我就把它给买下来了啊。这里 Nest， 那下面的话一样是有个武器收纳在下方。那我运气比较不好，就是我一开盒的时候呢，这个 bumper 这个防撞杆呢就断掉了啊，它的这一节是断掉的。各位看到这个地方，我有用胶水把它粘上去，在这里，啊，就这一节是断掉。那因为玩具从盒子里拿出来的时候，它是一个机器人的状态，所以呢，你从外观拿出来，你根本就不知道它怎么回事。然后它肚子里头掉出一块零件，然后我才去发现到说原来是这个。那目前粘上去，由于在变形的时候呢，它是没有参与到变形，啊，只要不去碰到的话，理论上应该是不会再坏掉了啦，那就这样子，就这么样吧。然后它还有多了，相较于原色版本，它多了一个奔跑中的山姆。那这个的话，手上就没有这个 Ospark， 因为电影第二季的时候呢，那个 Ospark 已经炸毁掉了。然后面部什么，这个就各位就不要太指望了啊。那比例来讲，这个比例对不对呢？我觉得，好像人应该还可以再大一点吧。如果你人跟车子的这个，对不对？我觉得人应该还是太小了，那很明显还是做了一个凑数用的啦，凑数用的。然后玩具的滚动性很好，这个是我目前最近玩过的官方的玩具里头的滚动性可能是最好的前几名，甚至可能是第一名吧。前几天好像有做哪一个玩具滚动性也是很好，这个比它可能再更好一点。那当然原本的模具滚动性也是不赖，但是实际上去推的话呢，我感觉啊这一款的这个，对不对？它的这个续航力的话呢，要更加的强，而且速度快到我的手机都对焦对不准了。然后这个地方应该是要这样，哎，这样可能变形会更完整。那两者的配色哪个好看？我很难说啊。黄色也是有它的一个优势啊，但是它以色差来讲的话呢，很明显啊，黄色的部分由于颜色比较浅，那裂缝也会显得比较大。那这款全部是铁灰色的感觉，就军武的风格就强上很多。但是它的鞋底的话呢，有一个这个铭文的一个编号，在这个反正是没有。然后内部的这个驾驶舱的位置也可以给各位看一下，两个颜色我觉得都还不赖啊。这个玩具的话呢，小归小，但实际上玩起来的乐趣的还是相当可以的啊。那我们的话呢，来示范一下啊，这一款这个巢穴部队配色的大黄蜂的一个变形过程啊。首先从这个地方把它给挑开，然后的话呢，武器给取下，因为它的武器呢有把这个两腿的话，你看它这里有两个，它是有两个小凸在这边，它的话呢扣住这两个小凹槽，它有把这个两腿夹紧的一个功能啊，所以这个武器的话呢是有辅助我们靠位的啊。那接下来的话呢，我们把两腿给打开，中间这个地方呢都是有一个结合卡扣的啊，小心的把它给松开啊，这个地方松开之后的话呢，我们把这个腿的话呢，先把这个部件，从这里黑色部件跟侧边灰色部件，这里是有个小卡扣的，把它给松开来。然后呢，腿的话呢，透过连接杆
整个往下放，旋转180度，然后脚后跟推出去。再来的话呢，我们把这个原本的座椅的坐垫呢给往上面推到大腿的正后方，这一块凸出来的部件的话呢，把它给往上反折推进去到这儿，然后就是把这个轮胎的话呢往下搬一点之后呢推过来，把轮胎给放进去，然后另外一侧的这个盖板呢推到脚的内侧，这个地方是有一个锁扣的卡扣的，扣上去，这个板子放下来啊，这一侧的腿部呢就算 OK 了啊。那么这一侧的变形呢，我们就可以快一点了啊，把它给放下来，旋转180度。这个部件的话呢，把它往上面推啊，这个往上推上去，这个整个轮子往后面移格下来，这里推过来，后面扣上，盖板放下来啊，腿部的变形呢就算 OK 了啊。接下来的话呢，手臂的话呢，这个地方啊是有一个黑色的一个凸，在这里它是扣到内侧，是有一个卡槽的，这个地方松开来，两手举上来。然后呢，这个引擎盖从这个地方把它给掀开来，整个盖子给打开。那么呢，先打开到这里。接下来的话呢，我们就把手臂的话呢往侧边打开一些些，这个部件可以顺势放下来。啊，这里因为我已经断掉，所以我会小心一点点。那到这个时候的话呢，我会建议先把头呢从内部呢给翻出来，从这个地方翻出来。头的话，脖子到这的话呢，要稍微往下面压一些啊，它的一个卡扣才会到定位。接下来做一件事情，把这个两手的话呢，要记得完全的打平，完全的打平之后，我们再把这个胸口两侧给打开，然后这个部件往下折进去，再把这个 bumper 塞进去啊。我推测这个东西断掉呢，应该是工厂大妈呢在手足好了，她可能用手去一推，导致于它断的，有可能，我认为是它唯一有可能断的地方就在这个地方。扣进去，你看，在这个地方，如果你这个部件往前推的话啊，它非常有可能就会断裂，所以在这个地方我就特别小心一点，留意一下。那胸口往上面，往前面推到底，然后后方这个地方啊，它是有一个两个凸嘛，它要扣进内部，它是有一个小小的一个凹槽在里头的。你往上推到这个部件差不多，按下去就行了。好，然后手臂的话呢，把它的一个二头肌稍微转动一下。那这个变形的话呢，哎，应该是变了。然后这个，看你要不要塞进去吧。这个方向盘塞到内部去，这一款巢穴配色的大黄蜂啊，就算完成了啊。整体的关节的话呢，我觉得还是比较偏紧，跟这个出版的那个黄色的配色比起来，可以说是完全不相上下。那这个，我觉得很好看，因为它整个银灰色的配色反而没有所谓的色差，这个问题可以说是得到一个很大的一个解决，而且颜色也蛮协调的，整个配色很成功。当然经典的大黄蜂还是以黄色作为它的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配色。那就我其实我一开始看到这个配色的时候，我以为是这个电影第五集那个一战时候的大黄蜂它的那个吉普车的一个配色，但是又不知道为什么它又写一个巢穴啊。当然我不知道它的设定是怎么样。总而言之呢，言而总之呢，这个是我在价格还不赖的情况下买到，那比较可惜就是它有一个断件。然后看一下基本的可动好了，这个模具我觉得这几天玩了一下之后还是觉得蛮推荐的。头部是一个球冠啊，甚至可以往上看，这个整个可以往上看，如果你要这样子的话然后眼睛，它的眼睛其实小归小啊，瞳孔什么都有做出来，然后手臂360度的转动没有问题，二头肌也可以转动，手肘90度吧，拳头不能转，中间有个洞，脚前后左右踢。那腰身的话还是可以动，但是后方背包会稍微干涉到一些，脚踝呢也是有接地的啊。总而言之，言而总之的话呢，虽然很小，然后细节的表现也是挺不赖的。那么这款玩具个人比我想象中还要值得推荐了啊。那就算你有异色版的话呢，我觉得这一款你也是可以考虑入，因为差别还是比较大的，那比较推荐。那就利用今天这一点时间跟各位做一个分享，谢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